每年一度的盛事就是周大观文教基金会每年要公布这个热爱生命奖章的得主，今年有17位，那么其中这位林淑毅很特别，他只有16岁，他要提前领奖。为什么要提前领奖？因为医院已经对他发出了病危通知，他正在和死神搏斗当中。一张张图文并茂的贴图，他们的背后，他们的作者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感动故事。他是3个月就被诊断出肌肉萎缩，那事实上在加护病房都是家常便饭。作者的名字叫做林淑毅，今年16岁。从他纯洁的笑脸，可能想象他是罕见疾病三好士远端肌肉萎缩症患者。从出生3个月到现在，时时刻刻都在跟死神搏斗。16年来，我想他经过了13次的，几乎是所谓的病危通知都开出来，后事都准备好，他要从一息尚存里面等于活出来。他做气切，就是氧气筒24小时跟着他，他现在是没办法讲话，所以从4岁的时候就挺不起身，无法走路，住院的时间比在家还要多。尽管遭受如此残酷的命运，却不放弃生命，乐观面对。从小到大品学兼优，得奖无数，爱画画和写作的他空闲时间几乎都在创作。这幅作品特别令人感动，他将自己与死神搏斗的坚强意志描绘得淋漓尽致。我知道有人跟我一样，千千万万他们的生命都在倒数计时，有人打断我的牙齿，有人勒住我的脖子，我不会痛，因为我变成了光。我知道我还要呼吸，当死神准备拖走我的生命，奋力挣扎，忽然天亮了，我还醒着。淑毅乐观面对生命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现在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为了帮他圆梦，周大观文教基金会下礼拜一要帮他办一个画展，希望能够激励他再一次从死神手中逃出，能够到澳洲看看他最爱的无尾熊。东森新闻记者陆念晴台北报道。